背轨式，那是背轨式。我没有，那种是跨步式，小小的那种小艇，我们是在大艇上，大船上的皮划艇的那种，那种就是要哎，还不错啊，你看终于还有定住了、啊。那、啊、你船那么高，你怎么背轮？就是要打重的定杆的，撞到后轮，就等于类似要拉杆的。它是就是你把摩擦力换算成它的那个距离感，它要打超过球大概一尺左右，你把那个距离还回两颗球哎！我、欸、靠，酷哦！真的酷哎、欸，真的厉害，欸、真的厉害！这边就来了，对啊，还可以，可以又可以再摸一个，有点那个比较球还湿一点的那感觉。哇，不错，不错，可以摸一个。很湿，有一点湿。那个35年了吧？35年，摸到球到现在没有看过，就觉得摩擦力这么大。比以前那个在路边的放的斯诺克还大。然后以前赛瓜路边那个没冷气，超小心小心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让小孩帮他录一下，大摸。哇，又摸，厉害。那一定进的吗？还是要准备了哦。哎呦，我靠！厉害厉害！打个招呼。大摸的了。耶！这个大摸，厉害厉害。